阿妈语气骄傲，手里遛着乌龟，奇特景象超级吸睛，民众非常好奇，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有没有觉得很可爱？欸、很可爱哎、欸！哎呀，我现在所以一直看，一直看呢、啊。乌龟啊！金黄乌龟爬呀爬呀爬，尾巴跟着步伐甩甩甩，看起来非常卡哇伊。宜兰传统铜腕超级丰富，最近这款拉线乌龟更掀起话题。每七十岁，你可是没机会玩过。要七十岁以上的人才玩过。你以前有没有玩过这个玩具？没有哎、欸。古早玩具还论足年龄，小小模样吸引游客驻足，看了看，瞧了瞧，好像跟小时候的其他玩具有点相像。以前用的是木屑。还有那个针线那个线轴做起来，对，这弯的顺的，拉起来，橡皮筋卷一卷，放回去，橡皮筋再转回去，神仆年代手工打造，生活物品凑一凑就是一个有趣铜腕。如今发展更是多样，小龙虾、小螃蟹，还有小兔子，勾锥的模样都可以玩起龟兔赛跑。你讲上侪人买去创啥？逗猫。小朋友好喜欢，猫咪更是爱不释手。可爱玩具人人都爱，也让人梦回美好年代。好视新闻庄正慧、庄俊慧、许廷伦宜兰报道。Hello， 我是林淳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